出现怪兽！！胜利猎鹰，立即出动！警监队员、圣队员还有珍珠队员，你们优先疏散市民，疏散之后从地面发起进攻。收到。圣队员，你现在是精英胜利队的一员，不要忘了。我当然知道。
我不是说过让你们先去引导市民避难吗？省队员，我要罚你禁闭三天。是。商人，犯错误了呀。金明，商人他为什么这么恨那只怪兽啊？6年前的视频吗？嗯。那架战斗机，有印象吗？嗯，我记得叫胜利飞燕。新闻上说，这架战斗机是我们的政府为了应对即将出现的怪兽而秘密开发的。你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实际上那是进监才团造的。那个时候，胜利飞燕的驾驶员是我爸爸。是进监会长吗？在对超古代文明遗迹研究的过程中，我爸爸他发现了有关怪兽和黑暗巨人的事情，他立即便向世人发出警示，但是没有人相信他。张仁的父母都是科学家，他们是少数能理解我爸爸的人。那时候的张仁就已经被誉为天才，他和父母一起研究如何守护这个世界，结果那只怪兽去。爸爸，妈妈。所以说张仁才会住到你家里来。他刚来我家的时候状态很糟糕，自己的父母那么努力却没能战胜怪兽，他心里非常难受。那张仁他没事吧？不用担心，因为他和我做了一个约定。一个约定？张仁，是你啊？你来这里干嘛？我在巡逻，正好路过。你还敢跑到这里来偷懒？小心回头你也被关禁闭。给你。你是在逗我吗？你知道白玫瑰的花语是什么吗？是约定。你突然给我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我劝你最好不要像昨天那样多管闲事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来保护，我一定会把他打败，为此我会不惜一切代价。你真觉得这样子好吗？你再想想，自己是为了什么才加入精英胜利队的？是战胜怪兽吗？还是说要打败怪兽？这就是你的……真是烦死了！是，我是珍珠。死亡德拉格在库拉拉城出现了。
们走了，拿着。保护贤明，怪兽交给我吧。可是你难道忘了吗？你和贤明的约定。我知道了，怪兽就交给你了，剑屋。嗯，贤明就拜托你了。嗯，特利加奥特曼复合型启动完毕，栽培利奥。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我爸爸曾经说过，只要付出努力，任何人都能发光。一起加油吧，张仁。我决定了，一定要保护好这个世界。
那说好了，我会和杰明一起战斗，而且我想好了，我要守护杰明，杰明的笑容就交给我来守护。哦，挺有意思的，不愧是幽莲。幽莲，你在叫谁呢？我的名字叫杰明。和勇者过招，使出全力是基本的礼仪，让我和你过两招吧。见识一下我的速度，克利加奥特曼空中行启动完毕，兰帕尔特空中飞驰，极速之光克利加奥特曼，克利加奥特曼空中行，中攻，听好了，我们人类是不可能会输给你们的，绝对不会。气势还挺不错的，今天就先放过你们吧，不过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做到了，你遵守了约定。不过你太慢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没事了。兰帕尔特强袭之剑。
听好了，我们人类是不可能会输给你们的，绝对不会。人类吗？真的非常抱歉。很好，禁闭再延长三天，等你冷静下来再回来吧。还有一堆工作在等着你呢。谢谢队长的信任。哲人，太好了。就是啊。嗯，微笑吧，微笑吧。一天只能行动一个小时的神秘机器人撒旦迪洛斯，他拥有异常强大的防护罩，任何攻击都无法穿透。要想战胜这个强敌，就必须先想办法解决他的防护罩。下一集特利迦奥特曼，一个小时的恶魔。微笑吧，微笑吧。